对 Yamaga 的印象仅止于铺路，或是涂抹在屋顶上用来防晒防漏的耗材。但是这种人人都熟悉的耗材，到了秋喜勋手上却成了作画的材料，他也因此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柏油画画家。秋喜勋，台湾通霄人，早年是台湾著名的漫画家，创作题材偏向乡土，描绘小人物的故事，并且以山巴为笔名，作品以夸张幽默见长，对于人生的诠释有他独到的哲思，画面背后也隐藏着令人深思的内容。以往秋喜勋画漫画，所画的线条虽然流畅，但画久了难免会僵化。为了寻求突破，他从改变创作素材着手，不断地试验各种画风，最后选择柏油为他创新的素材，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格。前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想找材料，但是找来找去塑胶啊什么我都找过哈，就是泥巴、水泥我都是考虑到，但是发现柏油是因为那一段时间在瓶颈的那段时间，我反正就是有点神经病，到处乱走。刚好有人在我们家附近那边在铺柏油马路，他虽然随便这样铺一下，但是我觉得那种线条真的是，你不管用油彩、水彩什么什么水，都画不出来的线条。而且它反光，黄昏夕阳那种反光，它有黑有金色的那种感觉，我很感动。然后突然间说，哎，我用这个来画看看。柏油是一种相当具有可塑性、发展空间很大的素材，最让人着迷的就是创作者无法完全掌控它，很多线条是柏油自然流泻而成，也因此更为朴拙不做作，让秋喜勋迷恋上泼洒柏油时的淋漓和痛快。因为长期的漫画这样子画下来，我对线条就比较敏感，比较能控制嘛。后来发现柏油以后，我拿来作画，像很多以前漫画的那个底子就可以用得上，因为它碰到空气就开始凝固，它是加温来创作的，所以速度上要快。那画漫画本来就是画得很快，所以可以接上去。但是它的好处是比漫画好，因为漫画的线条比较呆板，那柏油这个因为它很难控制，所以它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线条。1978年，秋喜勋开始创作以柏油作画，他作品中符画号的人物，突出画框的表现形式，加满当地材质的作品，以及加上颜色充满浓郁台湾地方味道的主题，让他的艺术创作各方面都有着无可取代的个人特色。画作打开了台湾的国际视野，之后陆续的国内外展览让他享誉国际。1997年，秋喜勋为教宗做的画像被梵蒂冈博物馆珍藏，不但获得前教宗洛旺保罗二世的接见，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非天主教华裔。柏油画向国际去推广是戴大使开始的，他帮我。我可以给各位介绍一下，我去当大使的时候，1991年，我请他画教宗沉思的这个画，这个世界上是很少有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宝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推广它。谢谢各位。近年来，
邱习勋积极将一些台湾即将消失的行业用线条记录下来，希望借由画作唤起人们的生活记忆。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品应该具有独特性、时代性及民族性。这种对台湾社会有着怀旧式或诙谐式的批判思考，充分展现了个人式的美学以及台湾的独特文化。20年来，邱习勋可以说是站在滇马嘎黑色线条轨迹上的探索者与创新者，同时也是最好的见证者。